今次 WeWeb.TV 带大家来到元朗的田园犬舍。田园犬舍起源于一家爱犬的人士，在95年的一个晚上倾谈到怎样找到一间好的宠物店而起的。田园犬舍就是这样在香港经营了十几年了。好啦，就等田园犬舍的负责人 Eric 介绍一下他们的宠物酒店啦。但我哋規模咧，其實而家暫時嚟講就有兩間嘅寵物店啦，一間嘅寵物酒店啦。咁啊，寵物店其實嗰個做法咧，就係包括咗呢個美容啦、用品啦，同埋一啲小動物嘅售賣啦。嗱，我哋寵物酒店咧就會有房間啦，房間係全部冷氣嘅。咁啊，每個房間我哋都鋪咗呢個瓷磚啦。咁啊，一定可以令到每一隻狗隻喺呢度好安心、好衞生咁樣去度過呢個日子。而另外再講就話有一個天幕嘅公園啦，我哋全個天幕公園2000尺嘅平台咧，我哋都係鋪咗瓷磚嘅。咁啊，瓷磚有個咩好？